财达普天，平安顺心，事事如意，生梦里暗自说，罗拉多车，财达有限张来了，万事如意，生梦财达。我们知道一个文化哈，要能够传承哦，一个是要每年办，第二年哦，它必须是有跟仪式有结合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义民嘉年华还是要挑担奉换，你知道，还是要给他，就是该做的事还是一个保存起来。那我是新竹人，你知道，虽然我不是客家人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新竹的义民庙哦，它的活动会成功，还有一个秘诀，十五年才轮一次，你知道，所以每次轮到人，他就非常非常的，不要说拼命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他就因为他十五年才轮到一次，他一辈子不可能轮到几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流水席不得了，他也透过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变成一个，那因为大家轮流，我们闽南话有一句哈，叫“输狼搏输兵”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每次每一个庄要办的时候，都非常非常的热烈。中华民国副总统来请到。各位贵宾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大家好。敬奉你，董奉喜，参加客家移民嘉年华该发动，特别思想移民中。义勇军会松通街起的地址是感表感从保卫家人，所以移民尽心求和通街外乡外民的尽心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市民朋友，各位客家乡亲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年世界体育日来参加义民之典，今年的义民之典，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，太高温发烫，多的线上攀移，由线上皮肤、球场、移民出战、台单游戏等等。因本年的主题开店，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、老演艺人员，向下来提倡移民爷爷，祝福全世界都平安。移民爷。一流二代的演艺客家乡亲的精神信仰，是黄兴社会的创造力量。跟台北客家移民之间，一次是台北市客家的亲生代的合同，已经期待三十几年，精神们乡亲四海人，台家的三门大乡。本客家文化做得全身下衣，